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脑补君。目前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了解基本上还无限等于零，宇宙对于人类而言仍然是一个可以说是完全未知的存在。而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展至今，虽然比几千年前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短短几百年的时间还不足以让人类文明达到什么高度。可能在宇宙中真正的神级文明面前，人类文明仍然处在茹毛饮血的时代都说不定。看过刘慈欣的《三体》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在里面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神级文明，比如歌者文明、归零者文明，他们无不拥有着令人无法想象的强大科技。那么像这样的神级文明在宇宙中究竟是怎样的存在？他们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的呢？今天我们来聊宇宙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持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森林暗处有没有更强大的敌人。所以文明在这片森林中都将竭力隐藏自己，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声响。浩瀚宇宙如此静默死寂的怪象，正是基于这样的生存法则。三体系列构建的宇宙图景收割了无数信徒，他的铁粉甚至还包含詹姆斯·卡梅隆、奥巴马、扎克伯格等国外知名人物。卡梅隆表示希望将三体拍出来，而且最起码要拍六部曲。奥巴马作为铁粉则不忘在刘慈欣的粉丝见面会上迷弟一般的求合影催更。众多知名人物包含一些科研学者对三体描绘的宇宙图景也都给出了高度评价。 So utterly original and totally crazy for us that I think it was the best trilogy I've ever read and it was a bit scary at times. 当然尽管如此，黑暗森林法则也是有其局限性的，它的成立是需要建立在猜疑链生存之上，物质总量不变的公理上。尽管黑暗森林对费米悖论的解释相当出彩，当然现实中的宇宙图景可能比黑暗森林更加震撼，更令人意外，所以刘慈欣在另一部小说中又给出了一个更令人细思极恐的诠释。随着科学家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研究不断深入，早有科学家推测宇宙的空间并不只有一个维度，而高等文明的存在可能和我们处在不同的维度，他们还可能以我们想象不到的形式存在于宇宙的任何角落。对此，刘慈欣在《文明的反向扩张》中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设想：为什么蚂蚁没有像恐龙那样被小行星毁灭，而是生存到了今天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们的个体很小。在蚂蚁文明那期视频中我们聊过，一个由小个体组成的生物群落所需的生存空间和资源都很有限，因而其生存能力更强。同样的空间可能只够一只恐龙躺下睡觉，但对于一个蚂蚁城邦来说却是一片广阔的疆土。在大自然中，小个体群落的生存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宇宙中的高等文明来说，这样的定律也同样适用。因为行星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文明要突破母星系限制解决资源和生存危机，必然的选择只能是继续向外扩张。但是往宏观尺度的扩张，文明很快就会面临一道不可逾越的墙，那就是光速。以目前的理论基础，光速是不可超越的。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宇航动力，如核聚变、光压驱动等，要是一艘大型星际飞船达到光速的十分之一，已经是难以触及。即便这样，要达到最近的恒星并往返就需要近一个世纪，而要达到真正有可用资源的恒星并返回则可能需要上千甚至上万年。所以宏观角度的高级文明很有可能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发现外星文明是有原因的。高级文明的发展到了极致状态，很有可能就是向微观反向扩张，把自己的个体缩减到微观尺度。它们可以是潜藏在你身体里的细菌，可以是组成万物原子的微粒子。如此一来，一个微观文明向外界的能量发散会很小，而对于资源的极小需求必然使他们具备超强的种族延续能力。一颗地球行星的资源对这样的文明来说已经近乎于无限，更不用说遍及整个母星系。是的，高级文明可能就在你的身体里，可能就存在宇宙的任何角落中注视着你不露声色，却暗中决定着生命体的存亡，甚至是宇宙的基本发展规律。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简直太夸张了，但是在科学家们看来却一点都不夸张，因为他们发现微观世界的生物真的能控制地球上的每个生物，甚至在人类历史上掀起滔天巨浪。
时间回到1347年，欧洲地中海西西里港口，满载货物的船队从黑海驶来，这是港口城市最期待的时刻。因为这繁忙而又凶险的远航成功归来，就意味着巨大的财富。船员期盼靠岸，亲友等待归途。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货船带来的不仅是酒精香料，还带回了可怕的恶魔。一场改变欧洲历史的恐怖梦魇即将上演。靠岸后短短一个月，整个欧洲就天翻地覆。一开始，城中的部分人出现了发烧、剧烈咳嗽、淋巴结肿大的症状，紧接着这种症状就演变成了皮肤发黑、淋巴出血、身体器官大量坏死，最后在全身紫黑色的状态下离奇死亡。很快，男女老少、穷人富人被一并收割。从出现症状到死亡，整个过程多则六七天，快则不到一天。这种疾病没有所谓的易感人群，毫无偏袒地粉碎着众人的生命，人们甚至不知道它的根源在哪里，而且病人几乎没有被治愈的可能，就连医生也大批倒下。几天后，整个意大利被轻松拿下，很多重灾区如佛罗伦萨人口几乎绝迹，城中横尸遍地，没有落脚位置，城外郊区空地挖满了万人坑。这次灾难，欧亚非三州死亡人数达到5000万以上。接下来5秒左右的镜头可能让你有些不适，但这就是大灾难的真实惨状。现今捷克首都布拉格有一座人骨教堂，里面的烛台、吊灯等装饰均由人骨拼凑而成，时光在这里定格，它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死亡的印记。这场灾难发生后的数百年，医学家们终其一生都弄不明白它究竟因何而起，直到1674年荷兰生物学家列文虎克发明了显微镜，我们才震撼地发现了细菌等微生物的存在。1894年，法国人耶尔森发现了灾难的罪魁祸首鼠疫杆菌。这种细菌一旦进入人体，可以经由血液迅速感染身体各部分，瘫痪器官，衰竭全身。人类恐惧地知道，原来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地方还存在着另一片拥有着百万亿级微生物的世界，而这还只是他们入侵人类世界、夺取人类身体的其中一次进攻。在泰国的一片雨林中，存在着一种完全符合僵尸定义的生物。当蚂蚁被这种生物侵入体内后，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内，蚂蚁会逐渐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在它的操纵下，蚂蚁会像提线木偶一样任其摆布，这时的蚂蚁就变成了一具真正意义上的僵尸。而这种生物是一种叫做偏侧蛇虫草菌的真菌，也被称作僵尸真菌。当蚂蚁刚巧从这些真菌的孢子上方走过时，孢子会趁机附着在蚂蚁身上，并释放出一种酶，让蚂蚁的身体表面出现缺口，然后趁机钻入蚂蚁体内。进入体内后的真菌会在蚂蚁的血液中进行一周左右的自我复制，这一周的时间内蚂蚁并不会表现出任何异常，但当真菌自我复制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夺过对蚂蚁身体的控制权，把这只蚂蚁变成一个真正的僵尸。随后，真菌会控制蚂蚁离开巢穴走向地面。当蚂蚁走到一棵较矮的树木下后，真菌会控制它爬上这棵树，距离地面较低的一片叶子上，并让它紧紧咬住叶子的叶脉。到这里，真菌的目的就达到了。真菌会让蚂蚁一直停留在这片树叶上，直到死亡。而存在于蚂蚁体内的孢子会发芽，长出新的个体，并向外撒出下一代孢子。科学家发现，所有被真菌控制的蚂蚁中，有98%都紧咬着叶子的下端，并背对地面。几乎100%的蚂蚁都会停留在树木北边的叶子上，而且几乎所有被蚂蚁选中的树叶与地面的距离都是25厘米左右。树叶上的湿度在94%到95%，树叶周围的温度在20至30度之间。这些数据表明，真菌可以精确地控制蚂蚁的行动，以找到最适合孢子发芽的环境。由于孢子发芽的地方距离蚂蚁的聚集地不远，所以新一代孢子就又可以寄生在其他蚂蚁身上，借助控制蚂蚁的身体，一代又一代地繁衍下去。这种僵尸蚂蚁的存在于100多年前第一次出现在正式的文档记录中。可是这100多年中，这种僵尸真菌是怎么做到如此高精度地控制蚂蚁的身体的？科学家仍然没有弄明白。以前科学家一直认为真菌是控制了蚂蚁的大脑，所以才掌握了蚂蚁的所有行动。直到2005年时，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生物学家大卫·休斯教授的研究团队利用仪器，监测了很多被真菌控制的蚂蚁，
让他们惊讶的是，检测结果显示真菌会渗透到蚂蚁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但却唯独绕过了大脑。菌丝会切断大脑用来控制肌肉的神经，并包裹蚂蚁身上的每一块肌肉，从而通过直接控制肌肉来实现操控蚂蚁行为的目的。科学家认为，被控制后的蚂蚁其心智几乎是完整的，也就是说，蚂蚁的大脑虽然可以对身体发出指令，但是身体却完全不听使唤。可怜的蚂蚁只能像囚犯一样被囚禁在自己的大脑中，只能等待着生命的结束。那么比昆虫复杂的动物身上会不会也发生同样的现象呢？问题的答案或许会让你震惊，因为科学家们已经在哺乳动物身上，甚至人类的身上发现了类似的现象。200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被一种叫做冈地弓形虫的寄生虫感染，它们主要通过未煮熟的肉类或者宠物猫进入人类身体。当这些寄生虫进入人类身体以后，会寄生在包括大脑之内的各个器官中，很多人一旦被感染，就会终身携带它们。感染了冈地弓形虫的人在交通事故中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平均水平。更可怕的是，冈地弓形虫在通过影响宿主人类神经的方式提高宿主养猫的几率，让它们自己可以进入猫的体内。原来微观世界的生物们真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的思想行为，甚至夺走我们的生命。刘慈欣在描绘这个构思的时候，还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形象的比喻，一个由微观粒子大小个体组成的外星种族，即便他们就聚集在你眼皮底下开奥运会，你也不可能察觉到他们的存在。不得不说，这是对费米悖论又一个令人拍案惊奇的诠释。刘慈欣天马行空的鬼才脑洞又一次令人折服。仔细品读文明的反向扩张，你会发现，我们发现不了外星人的原因也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宇宙中的生命形态本就可能千变万化，并非一定是人类为模型参照的特定形态。我们不能仅以现有的认知去构想外星文明的存在形式，用已知构建未知，虽然可能是目前最好的手段，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的局限性。而生命的形式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它们不仅可能是生物体内执掌生杀的超级细菌，还可能是微粒子、电子云、光子、电磁波一样的纯能量形态。人类一直在寻找的都是有形生命体，但是可能宇宙中绝大部分的生命类型是微观化或无形的意识体。我们寻找探寻的方向或许可以在这样的脑洞中稍微转变，即便我们最终没有找到，但这种形态的发展思路或许也能成为人类文明自身发展的终极目标。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脑补君，我们下期再见。